抱一团和气，吸气。第十一式，仰面朝天式，收左腿，吸气后两手内收，呼气，缓缓抬头，合掌上抬，吸气，上身不动，脚跟提起，再吸气，脚跟落地，双掌下拉，上身顺势回转，呼气。第十二式，收式，翻掌，下拉至小腹，两手在小腹前抱圆，定式，呼吸三次，两手大拇指相贴，两手分开，上提至胸前，内翻，下按。身体放松，呼气，两手垂放于两腿外侧，自然呼吸三至九次。第二段，侧身式。
下面进行动作分解。第一式预备式，自然站立，调息3至9次，两手向外平转，内收至小腹前叠掌，两臂抱大圆，食指抱小圆，呼吸3次。第二式独臂擒天式，右式，左脚向左横跨一步，两手拉开，缓缓上抬，扳掌，掌心向外，两臂内收，双掌抱实，吸气，弯腰下沉，合掌尽力向前画圆，目随手走，头随手动，呼气，上身不动，双掌下拉至胸前，屈膝下沉，身坐马步，双掌向下翻转拉开，指尖相对，收至小腹前，右手外翻上托，左手内翻下按，收至背后，小指外侧轻靠尾骨，此式定式，呼吸3次。第三式九鬼拔刀式，右式，右手平转，手腕内旋，掌指向下拨至后脑，呼吸1次，身体向左后方旋转，吸气，注意右掌紧贴后脑勺，左掌背紧贴后背下方，往返3次。呼吸3次。第四式开弓打蛋式，左式，左右手同时抽出，左脚向左迈一步，左掌下拉，收至右腋窝处，右臂平转，化掌为拳，左掌外推，右拳用力拉回，身坐马步，目随左手转动，此式定式，呼吸3次。第五式独臂擒天式，左式，右手向右伸开，掌心朝下，左脚收回半步，身体直起，吸气，双掌由阳掌内收成阴掌，左手上举，右手下按，还原成定气合神式，呼气，此式定式，呼吸3次。第六式九鬼拔刀式，左式，左手内转拨至后脑，
身体向右旋转，吸气，回转，呼气。左手紧贴右脑后侧，中指摁住右耳轮，右手沿后背上移，手背贴住后腰眼。每转动一次，呼吸一次，重复做三次。第七式，开弓打蛋式，右式。两掌收至身前，同时右脚向右上步成马步，左掌变拳后拉，右掌前推，目视右掌，呼气。此式定式，呼吸三次。第八式，白鹤闪翅式。起身，左拳变掌，目视左掌，两臂平伸身体两侧，上身不动，屈膝下蹲成马步，两掌外翻，起身，吸气，两手翻腕变阴掌，再屈膝下蹲，呼气，直膝起立，吸气，起身时上身保持不动。重复做三次。定式时，直臂仰掌平肩。第九式，一团和气式。两掌内收变立掌，此时气血尽张，中气通达。第十式，仰面朝天式。合掌上地，同时收步，吸气，上身合掌不动，脚跟提起，脚尖挂地，双掌下收，翻转，变食指抱圆于小腹前，呼吸三次。第十一式，收式。两掌上托至胸前，翻掌，吸气，缓缓下按至腹前，垂放于两腿外侧，身体放松，自然呼吸。第三段，半身式。